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周末带两个小朋友去参加一个儿童跑步比赛，刚一进来就被刚进这个会场就被这个画口罩的这个摊位吸引了，然后这些活动都是免费的，其中这个比赛他们两个的比赛也是免费注册的，然后他们俩可喜欢在这儿画了，然后这个两个女士非常非常的可爱，这里已经画了一会儿，然后现在画成了就是各种点，各种东西画成。Are you done? 然后他们两个很开心，爸爸就催促他们赶紧走了。One more color, honey. Okay. 然后现在还在画，然后这两个女士真的是非常有耐心在跟他们画。然后远处呢是一个 Jump Castle。等一下他们就要去玩了，然后呢他们现在画完了之后呢他们立即就戴上，大家可以看一看，马上他们就要去玩这个就是跟一个气垫床一样，但是你可以上去然后再滑下来的一个这个东西，小朋友非常喜欢玩。然后在这里的话就是大家老是跟我说美国的疫情怎么样，就是通过这个活动大家就可接近，然后老大已经开始往下滑了，老二一直上不去，因为那个梯子可能有点陡，他个子又有点高，然后他上去了之后呢他也没有立即滑下来，然后我们就在找啊，这到哪里去了，到哪里去了，没有找到，原来他一直就在后面，就上面一直坐着，他就不敢滑下来。他一直都在他中间坐着，然后有不同的人从他面前过，他就坐在这儿，然后等他姐姐第二次上去的时候他还在那儿坐着，我们以为他出了什么意外了，当时特别担心，然后呢他就跟他姐姐一起滑一下，看起来很大家都很开心的，所以谁要在乎我疫情怎么样呢？这就是现在，大家好像都没戴口罩，都一起玩。现在就是在等比赛期间，然后这里还有别的活动。先开始是什么？那个转呼啦圈，然后呢走那几个圆圈走过，然后呢还要做 squat， 还有 push up， 他们两个很搞笑，他们 push up， 他们根本就没有做起来。来看一下是什么奖品，然后他们领到了一个装茶杯的，还有一个 Superman 的衣服，一会儿穿上看一看。来，爸爸穿上看一看。这是超人的披风来啦！ Really? There. 啊，穿上了，耶！Take a picture there. Come here. Go. Take a picture there. Come on, Abby. Come on. Take a picture. Okay, let me take a picture.这是其他小朋友在玩，然后他们玩得很开心，我就是借他们这个视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游戏是怎么一个流程，有呼啦圈然后再玩另外一个，这个黑人小朋友可好玩。然后我们现在在画纹身，然后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一个画开图，这么长的队伍画我们等大概有15分钟的一个地方，小朋友大概没有走一步，还有什么还在继续那种 bling bling 的那种感觉，我看看一下他们在哪跳，现在我们在等间又看到别的小朋友在玩，Thank you.
哎呀，这是用绳子，这是乱成一团麻嘞，揪都揪不掉，还在揪。30分钟以后，我们还在这儿，不过终于轮到我们了。等一下，看看周阿姨会做成什么样子。